江远拿出第一格指纹，是个仅有前半截的指纹，位置较为模糊。面对这样的指纹，江远首先要做的是判断它为哪根手指，之后是处理指纹图像，最后才是标记特征点。江远获得指纹技能之后，用了几波，正好有点用熟了的感觉，这会儿操作起来倍显柔顺。 只见放大了以后，有些模糊的指纹图像在江远的鼠标下不断的被放大缩小，时不时的变换色阶、亮度和明暗。与此同时，江远也不断的标记出特征点来。王忠只觉得眼花缭乱，看了一会就看不下去了。P.S. 这种软件内设功能相当强大，还有大量的快捷键以方便使用者提高效率。 但对旁观者来说，使用的人要是不讲解、不说明一通快捷键下来，旁观者就算是晕菜了。正如王忠此时的状态，得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严格做的更没意思，打声招呼，回自己办公室忙活去了。吴军自然看向王忠，笑笑道：“小王不回去干活了，干我看会儿学习学习，再回去干。” 王忠不是太看得懂江远的操作，但他知道江远现在是处理指纹呢。这种操作其实就算是江远给他细细讲一遍，他也记不住。记住了，他一时半会也用不来。反正王忠就这么愣看着，学到多少算多少。至少他现在多少能学到点东西。放到以前，王忠跟着严格早已没东西好学了。 处理图像的过程中，江远顺便标记了四个特征点。完成了这个步骤后，他又从另外一个角落选了个方向，再标注了五个特征点。到先这些，跑一下看看吧。王忠只觉得眼花缭乱，还没进入到状态呢，就见江远已经让软件跑了起来。须臾，候选列表里出现了二十个指纹。 将远一一排除，又重新做标记。王忠很快看得倦怠起来。做很简的比对指纹，原本就是极其枯燥的。这个过程就好像一个人要给一只刺猬寻找孪生体。 它可以先把八根刺下来，满世界的比较，若不中，可以再重新拔下若干根刺，或者跟前面的八根中的几根混合，或者独立成对，继续满世界的比较，直到比中了，再检查所有刺是否相同。古语有云：“八根又八根，八根又八根，根根不一样，坚硬又修长。” 江远不厌其烦的比了半下午，到了下班时间，终于宣告第一指指纹的比对失败。回家吧，江远收拾行装，准备准时下班。王忠像是一名物理爱好者，听了半下午的理论物理的讲座似的恍惚和困倦。他觉得自己应该是喜欢和兴奋的，但身体和大脑都认为他是错的，以至于他现在对自身存在产生了疑惑。 江远就不管那么多了，回家吃肉，顺便跟老爹分享了自己获得的奖励。刚上班就得了奖，不错不错。江父正倍显高兴，一边说一边拿出手机打给了花婶，道：“你知道现在年轻人赚多少钱吗？一万块多不多？应该挺多的吧？咱们小区现在租一套两居室也就一两千，看装修的。” 花神很自然地回答道：“我前阵子在省城买的房子，一个月也就租个三四千，其实算一下不划算的。我说呢，不过咱当农民那会，一万块就太多了。现在我就不知道了，一天光看着钱进账户，都不知道算多算少。你是副镇长，肯定多的。我是听儿子说，他前两天在单位破了个案子，被奖励了一万块钱。” 我就想，现在单位奖励都这么多的吗？哈哈哈,哈，估计是挺多的哈。花婶听的语调都变了，做警察还有这么高的奖励的？我也说都没听过。不过他是破了一个二十年前的案子，电视里叫悬案吧？嘶，那厉害了。嗯，他们领导也都表扬呢。 我就想着问问看，别是这两年前贬值了。江富镇哈哈的笑了几声，挂掉了电话。江远抬眼看看老爹，道：“你不是天天跑菜市场，就确认一下，你不知道通货膨胀有多厉害的？对了，我忘了问。”江富镇就地拿起手机，一个重拨。短暂的停顿后，就听手机里传来机器音：“你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” 江富镇露出富足的笑容。第二天，江远到单位就向第二枚指纹发起了冲击，无果。第三日续昨日无果。第四日，江远放弃了第二枚指纹，开始比对第三枚指纹。相比上两枚指纹，这枚指纹虽然也残，但残纹部分细节相对丰富，相当于一只毛色健美、皮刺丰满的刺猬。 江远于是更向着细致的部分去比对，起点、分起点、小眼、小勾、结合点。江远将指纹图放得很大，一个屏幕也只显示了局部，轻轻挪动着鼠标，用心勾勒。王忠做完了日常工作，照例跑过来看，他盯着江远的操作，觉得自己似乎也能做，又似乎不能做。 就好像面对一道物理题，公式都是知道的，感觉他这么写也很合理。但要说自己想的话，脑袋又像是被门夹了一样。王忠看着看着就再次睡着了，一直听到江远说中了，王忠才像是被施了魔法的癞蛤蟆，一下子睁开了眼睛，问：“比中了？应该是这个了。”江远虚指了一下屏幕。 王忠讶然俯身，趁着江远再次核对的时间，紧张的比较着。怎么样？江远礼貌地问了一句。好像是比中了。王忠有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对他来说，比中一起新发案件的指纹也是很平常的，但比中一起旧案指纹，哪怕是现案的旧案指纹，也是不常见的。 如果是王忠自己比中的话，他现在多半是会跳起来大喊两声。可江源显然没有要庆祝的意思。对他来说，这个案子的指纹不能说是简单，但也谈不上困难。这其实也是正常。别看王忠说什么系列盗窃案，再是系列盗窃案，跟刘宇伤害案那种社会面影响极大的重伤害案，还是不能比的。 其涉及到的指纹至少是清河市的专家仔仔细细筛过的，而这起高速服务区系列偷油案一听就不高级，虽然涉及面略广，但参与侦破的痕检主要都是县局的痕检。虽然某某县局可能也有高手，可案件也不见得就分配到高手的手里了。像是驻台县，就是王忠在做，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。 这人好像已经在监狱了。江远打开笔中的嫌疑人的信息，就见一张小眼塌鼻子、精瘦扁嘴、斜眉的传统监狱照。一个月前入狱的时间不冲突。王忠连忙看了一眼，松了口气，又看案由道：“你看，他是在夜店跟人打架，致人轻伤。他夜店里开销的钱，很可能就是偷油赚来的。”江远问：“那现在？” 你给黄队打电话吧，带着证据提审，估计能把团伙牵出来几个。王忠说着扁扁嘴，黄队要是听说你又破案了，肯定特高兴。江远笑笑，我是最近有点闲，也没别的案子，不能说这个。本来悠哉悠哉的吴军听到江远这句话，脸色登时一变。江远愣了愣，才是不好意思的笑笑，忘了不能说太闲事吧？ 不要说这个字，吴军哀叹一声，低头不自觉地看了眼手机，仿佛他随时都会想起来似的。